紧了，好、哦，要开始绷紧，所以我现在这里就先这样固定，好、哦，这样我现在大概这样抓着了，那我先来调整这三条，啊、哦。哦，就是你大致上，哦，其实也不用很紧了、啊，然后接下来这里，先绕个一两圈，啊、哦，哦，我都绕三圈比较保险，啊、哦，那接下来哦，要点在这边，其实你在三宜或者我早年教学生，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槽框砸铁线器，哦，那个一套。我那个还是从美国带进来的啊，那三姨那边有在卖呢。我看那一组可能至少要3000，啊，至少要3000。那现在我们不要用器材哦，凭你的手工就可以。这个你随时随地可以做，对不对？我们养蜂就是要这样，你在野外随时要做嘛，啊。好，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是稍微固定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要绷紧，所以现在绷紧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看。把它撑开来，哦，这个可能要用点力气，好、哦，撑开，好、哦，撑开就是这边让它平，跟这一样平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紧了，万一不紧没关系，松开再一次，好、哦，再绕，哦，那假设说现在已经紧了，应该是紧了了。变成弦乐器了、哦、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钉牢、哦、那钉之前你也可以先把线尾剪掉、哦、所以这个线尾很重要，已经断掉了，把它敲进去、哦、你自己去摸都没有突出的感觉、哦、好，然后再把最后那个铁钉把它钉起来，好，这个就是砸铁线之前，你的槽框，哦，不就是包埋槽柱片之前，你的槽框的完成的情形，哦，包括铁线砸好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事先的准备动作就做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摆了好几个，那需要用的时候再把槽柱片包埋，因为槽柱片摆了以后，最好一定要摆在冷藏，哦，不然蜡会去破坏。那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空间，那你这个摆外面无所谓了、哦、好，我们现在要教大家怎么包埋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、哦、这个是昨天晚上赶快去买的为了今天的教学，我以前没有用这个东西啦，我另外有别的东西啦，插电的，哦，插电的。但是为了跟大家展示你在野外的机动性啊，我们用这最方便。当然，假如说你是骑摩托车、开车，你在野外也可以用你的汽车、摩托车的马爹利都可以用啊、哦。那这个我也是到正宜五金啊、哦，我经常跑正宜五金的，因为我喜欢自己动手。那这个也很便宜，这个大概80块。这个电池多少？大家回收的嘞？回收的，哎，回收的多少？200。对，正确。所以不到300块吧？对不对？这个投资还可以。新的一颗可能要800-900块了、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线啊、哦、接好。回收的在什么地方卖？旧的汽车行都有啊，旧的汽车行都有。
机车新旧都有了。啊，你他有的比较有良心，问你是要做什么用途，啊、你说也不是经常在用，他就会建议卖你旧的。我已经把摩托车那个拆起来，然后再买一个新的进去，那个也可以啊，更好。我也看找市场还是什么？也都可以啊，那都可以啊，哎呀，都可以啊，那个应该很多地方都有。有我昨天晚上试的。我们养蜂哦，其实有很多都要 DIY 的哦，所以喜欢自己动手的话，来这个趣味养蜂是很适合。好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有没有电？你一喷就知道。好，一喷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把潮湿电拿出来。哦，这个就潮除片啊、哦。那这个我说现在一片要30块，哦，越来越贵。钢筋呢？筋呢？筋呢？这不是大陆的，这是我们台湾龙厅的什么潮除片。好，那现在哦，重点就是你这个有个缝啊、哦，上梁的。里面有，就是那一面有一个缝，你要先把这个塞进去，好，摆到正中央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下面我这个正面摆个垫子，哦，然后再转过来。所以所谓包埋，就是要让铁线陷到潮除片里面，哦，陷到潮除片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原理都一样了。这一手先压着啊，然后先接触好，接触腿线啊，然后调整靠这一手啊，你看这个手也是要压哦，啊，靠这一手，确实要能够秀逗啊。哦，就是呀。快，一秒一条了，六的，卸头了，看不够长吧？往后，做了可以。快，卸头了。这老坑啊！哎，要不当当吧？所以这个时间的掌控就是要多试几次了，哦，都是几次，不能够透过去，不要切断就好，不要切断就好，对对对对，这是宝丽龙啊，这是宝丽龙的电池而已。
是我们那个铁线是几号的？24号的不锈钢，不锈钢线，哎，24号，嗯，这个是公认的。我要买一片啊！你不要紧，电脑，这么闲的，我要去钱啊！卖切灯，啊，你有准灯无？无灯，这是布，这是这地只，啊，这边就无过来，你看，这边就无过来嘛。哎，你把，这边还佫是只嘛，啊，无紧。好像谁有啊，所以我刚讲了，这个大概60块是成本价，60块。不得了，放25。但是最终还是要自己写了，哦，因为你们越养越大，规模越多，哦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。对了，对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哦，所以像这个等于是槽除片已经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摆在冷藏柜啊，摆在冰箱的冷藏室。那摆的时候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倒着摆啊，你不要正常的这样摆着啊，要倒过来，因为大家记得它那个是塞在缝里面嘛，你要正着摆，它一段时间会掉落，对，会掉落。立着摆，对，立着。只是这个还没有放在封箱里面的，要摆，啊，要摆在冷藏室。你说怎么？就是这个新的还没有，它没有放在封箱里面，它做槽片，做那个大。当然，就是有最潮的时候，我们在。不是，它现在叫新的，要放在。要摆在冰箱冷藏。还是要摆冰箱？当然，不然蜡儿会去破坏。蜡儿很厉害。你要想象无所不在，对对，他连封箱都会帮你住掉，蜡住封箱啊，对，他什么都卸下，卸下，连封箱，对对，我的封箱就是太多了，也是冻下去，没有，他会结也结结，也掉冰结结，能包起来。那你有上漆的还是造纸？里面没有上漆啊，蜡儿，蜡儿。就是说一做大丁的料，然后我把它清掉之后，它都吃得快穿了。做大丁的水，做这做这，那怎么办？那个怎么防止？那个我所以上天天我问老师啊，就喷酒精，清干净，喷酒精那个消毒烧掉，全部烧掉。只有这样子啊？没有里面烧啊，不要把箱子烧掉啊。我意思就是说你只能这样子被动。